有可能是鲨鱼。我在那边很容易线很容易刮到。这鱼跑不了了，除非线断。钩子被拉直，这么就是。对，一般是跑不了了。Hammerhead。鱿鱼都没有鱼。哎呀，这小鱼吧。Catch anything? Pretty quiet, eh? Yeah. How about yourself? No, nothing.
个小飞机。我去，小耳中小听嘛，这个应该跟我那天没有拉上来那个差不多大，不是很大。嗯，这大概也就30多吧。不，不是40多肯定有。40。呼，人生第一条 kingfish。只有40，把它放了。怎么这么牛逼啊？我靠！我第一反应，他把那个鹅给钓上来了。你告诉他那个鱼挂在后面，我知道。磨断了，应该是个 king， 也是个小的。太急了。你看人家的杆，人家就不是来钓这么小的鱼的，是来搏大鱼的。对，人家上的大鱼是当饵用的。用的饵都是我们钓下来的鱼的。